换上女装，变身为潘碧姬。没想到近日他又让这个角色再次重出江湖，就是为了力挺罗志祥新歌曲，换成清纯可爱的风格。潘若迪也透露，这次整整筹备2个礼拜，找了专属的妆发师，还挑了10多套服装，这次扎起小辫子，让他整个人瞬间好像小了10岁。罗志祥看到也忍不住笑亏，这次怎么美这么多？你该不会做了医美吧？而上次扮女装回家，女儿狠心表示不忍直视，这次他特别带着完整眼妆回家见女儿，并告诉女儿自己牺牲色相，就是为了他的学费，一定要体会爸爸的苦心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笑说，没想到潘老师扮起女装好像还蛮好看的、啊。Bye.